小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安迪讲故事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玩的是奥特曼的胶囊和紧急带玩具。这是新生代的罗索奥特曼胶囊，我们把它变成奥特曼的形态。这是罗索的烈火形态。我们现在来打开红色紧急带，里面是什么呢？哇，看上去呢是需要拼装的东西。拼装好之后，居然是一只三角龙。我们继续来变形欧布奥特曼的胶囊和起居蛋。欧布奥特曼的重光形态。然后绿色起子弹里面呢是一个绿色的恐龙，来看它的头部呢有两个像扇子一样的髻，所以它的名字叫做双脊龙。我们再来变形迪迦奥特曼。迪迦奥特曼的复合形态。恐龙里面的霸主霸王龙。新生代的布鲁奥特曼。借助了银河奥特曼变身的水属性的布鲁奥特曼。这是一个凶猛的白色暴龙。最后一个居然是怪兽矮雷王。矮雷王后面呢是有尾巴。哇，原来最后一只是迅猛龙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玩具呢就玩到这里了。看完节目点赞订阅哦，我们下期再一起来玩吧，拜拜。